因为你其实也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活动，是是是是，所以之前就没有受到之前的一些新闻会。新闻的新闻，你喽。我自己新爱风波后，手跑趴很秋，消失两个月都在忙做自己。Playboy OZ 音乐业障爆发，先是被 Kiana 爆料两人有过什么，然后又流出跟前女友48秒性爱影片。快两个月没好伤疤的他，25号终于又神清气爽的露脸啦。因为你其实也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是活动，是是是，现在公开面对我们的感觉很好啊，很 chill 啊。没有，其实我根本没有刻意去一下，因为我这一次在搞那个艺术展览，也是一个半月，我也是从画 logo 到架构网站到什么有的没的，就是搞了很久，所以就很忙。这之前就没有受到之前的一些新闻，还好哎，新闻的新闻，你懂？就一直做自己啊，做自己最重要吧，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，我就是做音乐，还有做艺术，就是忙着做音乐做艺术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做爱心。焦点转向华灯渣男洗碗暖男的凤小岳，这回受邀以歌手身份上台表演。今天我是带着交朋友的心情来。爱乱交朋友的 OZ 也大方回应他的交友说，哎，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其实我从以前就觉得他那个摊，我又掉了，我就直接拿了。他有一支弹吉他影片真的超屌，因为交朋友嘛。那我刚才特别跟他讲，他弹吉他真的超屌的，他弹的应该比我好哎，扎扎实实的很屌的音乐人。到底是不是像他一样会弹呢？请看 VCR。该不会是他第一次公开表演吧？公开表演不是，我一天到晚在街上唱歌。哪里？哪一个街上？就走路自己听音乐，然后就开始大声唱。我们在公车上。昨天哇，直接对这个准备，你是准备多久？没有，我真的是，我必须要说，真的是一个，就是我把自己当成一个音乐，我才刚要踏入音乐界而已，很多事情不会，对，然后还是很紧张。然后一下子就冒冷汗，这样子。这晚上可能会不小心破音之类的。破音吗？破音哦。比较担心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担心就是在担心啊。但是我觉得，对啊，担心什么呢？不担心就担心，不担心就不担心啊。所以。